娱乐通天下，娱乐乐翻天，欢迎来到 TOP 就娱乐，我是小魏。奔跑吧新路透，奔跑吧又有新路透了。在看节目之前，路透可以让我们知道节目组邀请的嘉宾有哪些。近日网上再一次传出奔跑吧在三亚录制节目路透，可以看到路透上有王嘉尔的身影和蔡徐坤的同框，真的好养眼。蔡徐坤还搭着王嘉尔的肩膀，好像是在说着什么，这一画面也太好看了吧。看来两位男神在节目里会带来很多精彩看点。路透上还有董思成加盟，这一位年轻歌手观众应该是不陌生的吧，是男子组合威神威的成员，并且还是表演系的学生，想必未来也是要进入演艺圈发展的一位帅气小哥哥了。这一次来参加奔跑吧让不少粉丝期待，路透照片上这么帅气的模样看着就很养眼，期待在这期节目里会带来很多精彩看点。这一期节目还有男神张哲瀚的加盟，张哲瀚这段时间的资源和人气很不错，出席不少活动。这次录制奔跑吧的路透已经曝光，路人镜头下的状态很是不错，光是看到张哲瀚的加盟，这期节目无论如何都要追了。路透照片上还有张哲瀚可可爱爱的一面，张哲瀚徐凯两大男神同框。网上传出来的路透照可以看到少年气息十足的张哲瀚还弄了一个超级赛亚人的发型，不得不说这个造型还真的有点像是漫画里走出的角色，张哲瀚的颜值也太好看了吧。看到这些有趣的路透，等不及想要看这期节目了呢。除了张哲瀚之外，还有一位男神徐凯加盟，徐凯也是人气很高的演员，这一次录制节目备受粉丝期待。路透上徐凯的状态很好，就像是少年一般，不得不说明星的颜值一直很养眼。张哲瀚和徐凯两人同框路透也曝光了，看到两位男神的同框不禁养眼，还觉得很好磕，果然帅气的站一起就是双倍颜值暴击。路透照上看得出来张哲瀚和徐凯的关系应该是很好的吧，期待两位男神在奔跑吧节目里会带来很多精彩，杨颖美出新高度。这一期节目邀请的飞行嘉宾看点十足，但是看到路透上杨颖的造型后美出新高度，杨颖的颜值高是大家众所周知的事情，基本上每期节目的造型都会引起粉丝喜欢，路透上的造型一样是非常好看的，比如说在三亚海边录制时穿的蓝色背心显少女感十足，这一次路透一样是引起很大热度。路透照片上可以看到杨颖依旧是扎着双马尾发型，穿着墨绿色套装，这个打扮真的绝了，难怪大家会这么喜欢杨颖的颜值，无论是什么造型都会很好看，还是一位少女一样。路透照片上的杨颖五官精致，穿搭也很好看，看来这次杨颖又要凭借着美貌被很多路人喜欢和关注了吧。这么漂亮的颜值都不舍得移开眼去看别的事物，杨颖的颜值真的绝了，随随便便造型都能很好看，像是节目里精致打粉妆扮过的模样美出新高度，即便是在路人镜头下拍摄一样是非常精致的五官和颜值，这么好看的模样也是没谁了。看着这些路透，越来越期待这期节目上线。杨颖不仅颜值好看，身材也很高挑，身上几乎是找不出任何瑕疵，像是洋娃娃一样，照片上的造型不是粉丝都觉得很好看，少女感真的绝了，完全看不出是当了妈妈的人。看到网上最新的路透后，是不是很期待节目播出，让我们坐等这期上线吧。以上就是本文的全部内容，看到这些路透后，有没有很期待这期节目的播出呢？觉得杨颖造型如何？欢迎留言。本期节目就先到这儿，咱们下期再见，拜拜。大家觉得还行的话，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点个赞，支持一下吧，谢谢大家。